昨天发了果果游泳的视频，好多人说果果不是游泳，是泡澡。做梦！果果，是时候证明自己了。我给池子又加了点水，终于果果飘起来了。虽然是被滴溜着，在大家的嘲笑中，果果学会了游泳。游得越来越好了。后来在果果的强烈要求下，我们摘掉救生圈游。我他妈就是一个小海豹啊，看哪个还敢说我们是来泡澡的。有人想看年年游泳吗？